提缴退休金条例制定通过。义务役服役期间提缴退休金条例第一条，为增进依兵役法服义务兵役者之退休权益，由国家于其服役期间提缴退休金特制定本条例。第二条，本条例适用于中华民国1994年1月1日以后出生之下列人员，以下简称役男：一、因兵役法服义务兵役之预备军官、预备士官及常备兵役现役者；二、依替代役实施条例服替代役者。第三条，本条例之主管机关为国防部，本条例之主办机关为办理前条役男提缴退休金事务之下列机关：一、第一款国防部、海洋委员会、海巡署及国家安全局；二、第二款内政部。第四条，主办机关于役男服役期间，应按其支领每月薪额俸及加给之总额，准用劳工退休金月提缴分级表之规定，按月为其提缴6%退休金，储存于劳动部劳工保险局设立之劳工退休金个人专户。役男于服役期间，得按其所支领每月薪额俸及加给之总额，准用劳工退休金月提缴分级表之规定，于6%范围内自愿提缴退休金，其自愿提缴之退休金不计入提缴年度薪资收入课税。第一项提缴退休金所需经费，由主办机关编列预算之应。第五条，主办机关应于役男役期之开始停止期满或其死亡之日起15日内，列表通知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办理开始或停缴退休金手续。主办机关应制备役男名册，役期之开始停止期满或役男死亡、薪额俸加给、每月提缴记录及相关资料，并保存至其役期停止或期满之日起5年止。第六条，役男之退休金提缴作业程序、手续与请领、计算方式、收益分配及相关事项，除本条例另有规定外，准用劳工退休金条例及其相关规定办理。第七条，役男退伍役后于各职域任职，其服役期间提缴之退休金或年阶衔接各职域退休制度，应依各职域退休职务资遣抚恤法令规定办理。第八条，本条例自中华民国1913年1月1日施行。宣读完毕。三读条文都已经宣读完毕，请问会有没有文字修正？啊，没有文字修正。决议：义务役服役期间提缴退休金条例制定通过。